大家晚上好。我们那个给他做了这个很多的这种，通过这个 ChatGPT 做了很多这种 IT 的这个课程啊。这些课程呢，其实都是现场这个用的很多的，大家可能看着有点眼花缭乱啊。就是说，所以说这里呢，我们那个就是做一个这个系统构筑指南，然后呢，就是协助大家对这个系统的这个开发整体上有一个了解，然后呢，也方便选择。这个系统的这个开发的时候，使用的一些这个技术，使用的这些技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大家很好的理解我们前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些课程，会做就是这个有助于大家，就是首先这个系统构筑指南这个也都是这个 ChatGPT 做出来的，我们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在这个新的时代，ChatGPT 呢能够给我们做这样的这样的一些完整的课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学习快速到达这个系统构筑专家的水平，我觉得至少是初级专家的水平吧，因为这个在如果加上个人这个能动性，可能大家是一个中级专家，但是虽然说离高级专家可能还有一些距离吧，但是我们想就是以后更先进的这个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能够用它做出更专业的这个系统，那就是高级专家的这个水平了。这个系统构筑指南的这个大纲呢，就是说它分引言，这些部分，然后这个系统架构，系统架构呢主要是总体，一个是总体架构，一个是前端、后台、数据库、模型和第三方接口。然后它分别就前端、后台，然后这个数据库和模型管理，然后第三方接口做一些这个解释。第三方接口呢，因为这个包含两个，一个是我们用第三方的接口，一个是系统的这个接口公开，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这个自动代码生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开发已经不需要从零开始写代码，而且这个即使用 ChatGPT 去生成代码的话，也不会要简单的这么去使用 ChatGPT 生成的代码，很多这个系统我们用 ChatGPT 啊，是用它这个。指使我们就是去做什么事情啊，指使我们做事情，剩下的这个代码的生成，其实 ChatGPT 并没有什么优势啊，并没有什么优势，就是在一些细节上它可能能做一些东西，但是它相对于这种自动代码生成，我觉得还是要差很多的。系统的复杂不是我们就是写一段说明，它生成一段代码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自动代码生成的是很多这个代码这个就是专家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二十年这种积累，而诞生的这个成果，然后还有这个自动文档生成，因为这个代码写出来是很复杂的，一般一个系统，那需要还是需要人类能从中做一些这个检查或者是理解，所以这个自动代码文档生成也是非常重要。然后最后是测试和部署，测试和部署这个分为各种这个类型的测试，单元测试啊、集成测试啊、系统测试等等。然后最后是这个监控维护，这个系统啊部署以后，那里要再进行日志管理啊，性能监控、安全监控，然后故障诊断呢、系统升级这样的一些，行，我们那个先看一看这个，我们做这个系统构筑指南的一个目的，系统构筑指南的目的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和参考，指导这个开发人员。知道这个开发人员在构建软件系统过程中遵循最佳的实践和方法。具体来说，我们这个系统构筑旨在实现以下的这个目的：第一个，要设计这个合理的这个系统架构。通过指南呢，帮助团队明确的系统的整体架构、各个组件及其职责。合理的架构呢，能够支持系统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易用性。第二个呢，保持技术的一致性。指南呢，提供了技术站的选择和使用方法，有助于确保这个项目中使用的技术是一致的。这有助于降低开发的难度，减少潜在的这个技术问题，提高团队的协作效率。就是帮我们选择一些技术栈，就是这是哪些是更常用的，或者哪些知识更好的支持这种代码自动生成啊，这样一些帮我们这个。所以说它是第三就讲提高这个代码的质量，遵循指南中的这个最佳实践和建议呢，开发人员呢。其实可以写出高质量的代码。其实我们不光是高质量的代码，就是说很多代码就不需要我们写，
甚至不需要我们写，然后我们可以减少潜在的这个漏洞和错误，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其实就要求我们就是更好的使用这个指南，才能或者以后需要更加的更高的水平啊，就是通过这个，甚至比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些指南更高的水平啊，我们首先要达到这个指南指示的这种水平啊，去可以读懂一个系统，可以去制造一个系统，然后这个优化性能，这里面也会提供一些关于这个系统性能优化的建议，从而确保这个系统各个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性能，比如响应时间呐、吞吐量啊等等。第五呢是确保安全性，通过征询指南中的安全建议和最佳时间呢，我们可以提高系统的这个安全性，防止潜在的这个安全漏洞和风险。第六呢是促进团队协作，系统构筑指南呢是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个征询的标准，有助于提高团队协作的效率，减少这个沟通的成本和摩擦。对，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团队开始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都阅读一下这个指南。对，就是大家这个做事的方式啊，那个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协作的方式啊。第七呢是提高这个开发效率，通过自动化工具和技术的引进，如自动生成代码、自动生成文档，可以提高这个开发效率，减少这个手工工作量和出错率。第八呢是降低维护成本，系统构筑指南呢。有助于实现，更易于维护的系统。通过遵循这个指南，可以降低系统的后期维护的难度和成本。第九呢，提供教育和培训的资源。系统构筑指南可以作为团队的学习资料，帮助他们了解新的技术、最佳实践和相关的知识，提高个人的技能和整体实力。第十呢，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传承。系统构筑指南可以帮助团队。在项目之间共享经验和知识，那以后我们如果是，就是说，在实践中呢，可能如果是发现这个指南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或者是不合适的地方，那我们可以进一步改进，以后为进一步开发其他的项目提供这个更好的这种指南。第11呢是降低项目风险，你遵循这个系统构筑指南呢，可以减少项目中潜在的风险，例如技术选型的损失啊。架构设计的缺陷呢，等等，从而提高这个项目的成功率。可能有时候遵循这个指南，大家会感觉到就是这个，会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构筑一个系统会更加麻烦，或者是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成本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相比构造一个稳定、安全、可靠的系统而言，这种就是说增加的成本应该是可以，就是被消化吸收的。第十二呢，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引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方式，系统的构筑指南呢，确保项目在长期内保持稳定、高效和可靠，符合公司和客户的需求。第十三呢，支持业务创新，系统构筑指南呢，是为团队提供了一个可以，创新的基础，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思路，鼓励团队呢改进和创新。这个，可能讲的有点早啊，就是大家具体怎么去用，因为创新嘛，就是可能会。因为有这个指南呢，是帮助大家去按部就班的去工作啊，就是规范的去工作，或者是确保这个项目能够完成的方式去工作，就减少风险。能不能支持这个创新呢？当然，在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指南的基础上，大家去创新，去创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第十四呢，规范流程和工作方法，系统构筑指南呢，提供一套。规范的开发流程和工作方法，帮助团队呢遵循一个统一的工作方式，提高这个工作效率。这是多种开发模式，比如说敏捷开发呀，DVOPS，以适应不同的团队和项目的需求，保证系统构建的灵活性。是这里其实我再讲一点，就是说，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就有这个指南的话，就是说，可以帮大家理清我们在这个系统中。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教程中，就是有那么多种教程，现在140多种了。如果是大家都去学习，那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通用技术呢，它在任何一个领域，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种这个实现方法和选择，就是供大家去选择。所以大概，完整的开发一个系统，大概要从这个，我们这个目录大纲里面啊，选一些这个。
必须要的技术，必须要的技术，然后，大概应该在10种左右就可以构筑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学习了构筑指南以后，可能能够了解的东西，知道哪些技术上是一致的。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系统构筑指南的范围，它涵盖了。这个范围呢，其实涵盖了以下的这个12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系统架构，指南呢包含了如何设计合理的系统架构，明确系统的各个组件及其职责，使系统的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易用性。第二呢是前端开发，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系统呢，如果是有追踪用户的，对吧？就是你不管是手机端还是这个，就是这个电脑上，这个使用的 Web 服务器，那都有这个用户界面。那用户界面的这个，我觉得统称这个前端开发，包含这个用户界面啊、模块化的开发呀、与后端的交互等等，还有性能优化和安全方面。第二是后端开发，因为就是前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用户能够直接使用或感觉到的东西，在很多这个系统的功能里面呢，它还是就是用户感觉不到。但是又必须有的，比如说后台的这个把气啊、读写数据库啊这样的业务处理，所以这个后端技术，我们包括它后端技术的选择、API 的这个设计与实现、业务逻辑的处理、缓存策略、权限与认证、性能优化和安全等内容。因为这个系统呢都有这个数据库，一般来讲都要有把数据存在数据库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构筑指南也会指出这个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包括数据库的选择、架构、数据库表的设计、索引优化、查询优化、事务所以及事务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个数据库呢，也是我们日常在系统开发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客户经常会考核这样的一些问题啊。第五呢是模型管理，这个传统的项目里面可能没有这一项啊，模型管理。但是我觉得在新兴的系统里面，特别是这个有了 ChatGPT 这种系统。有这个进入这个今年进入这个正式的这个，我觉得达到一般专家的这种水平以后的这个系统这个构筑里边，很可能就是就有又增加了一个这个模型管理，它就是跟数据库一样的这个东西，或者类似于数据库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模型管理它管理的是这个系统的智能的部分，它涉及到模型的这个选择与训练，模型的部署。版本管理、模型的性能评估与优化，和模型的这个监控等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系统，它只是说保存数据、保存和使用数据、分析数据，但是在这分析数据这一环里面呢，因为这个传统的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新的这个东西它要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所以必须事先建立和训练很多这个模型，所以这个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就传统就是这个本系统构筑指南跟传统的系统构筑指南，这个区别很大的一方啊。第六呢是第三方接口的集成，包含接口的选择、接口调用数据处理啊、异常处理以及这个性能优化等等。这个接口集成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系统里面，你可能要去访问第三方的，比如说支付接口啊，就是如果你有物流配送，你可能需要调第三方公司的物流配送接口啊，或者说你这个是销售，你需要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发到这个，就是亚马逊啊，或者是像日本是乐天这样的这个系统里边，不需要，就是说自己手工去干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会有很多第三方接口的这个集成，这个然后我们同时呢做一个系统呢，也有可能就是为第三方提供服务，所以我们要把除了用第三方的接口以外，也会把一些部分自己的这个接口给开放，让其他的用户可以使用。这个模型管理里面呢，其实也是类似于这种接口，但是它这个就是说，把它专门提出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在计算方面，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领域，它的跟传统的这个接口呢，还是，用的技术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第八呢是这个自动代码生成。这种代码生成包含我们这个代码生成的工具、代码模板设计、自动生成策略以及代码生成的与维护等等。第九呢是自动文档生成，涵盖这个文档生成工具的选择啊、文档模板呢、自动生成策略以及文档生成与维护等内容。
第十呢是测试与部署，测试与部署我们根据这个瀑布理论，那就有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性能测试。这个性能测试其实是系统，就是传统里面呢，就是按照这个瀑布模型在系统测试里面的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里呢，它 ChatGPT 把它单独提出来啊，大家就是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大家这个把它能理解就行。然后部署与实践的等方面，第十一呢，就是这个系统，部署了以后，现在很多部署在云端，或者我们利用 Docker 去部署，包含这个，部署以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系统运行的它的日志进行监控，性能进行监控，还有它的安全进行监控，就是有安全故障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系统可以得到警告，还有这个。当系统这个出现这种故障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诊断和恢复？还有这个系统的升级啊、优化等等的。第十二呢是团队的协作与沟通啊。我们这个开发一个系统吧，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团队协作与沟通呢，其实可能也包含在这个软件这个项目管理里边啊。所以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构筑指南呢也是放在这个，项目管理里面的。其实这个更多呢是需要这个项目管理人员首先研习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大家对，就是如果特别是项目管理者，你需要知道做一个项目，它需要这些东西，需要做要知道需要这些事无巨细，就是说你管理的这里面的每一个东西，你都应该能够进行跟踪管理。其实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它这个技术选型与决策，其实这个已经分布在，各个这个，模块里面了，就是各个前面各个部分里面，然后代码的规范与风格，其实也是显示在这个前面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项目里面，比如前端是还是后台还是这个，比如说数据库的，那都要有这个规范的。代码的规范和风格，就是风格一致吧，做到。然后开发的流程与工作方法，开发流程和工作方法呢，其实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瀑布模型，基本上大家，从大的方面的话是遵循的这个瀑布模型，然后从细节的地方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遵循的是这个，极限编程，或者是叫这个，敏捷开发，然后这个。系统的这个持续集成与部署，这个指南呢也包含了这个持续集成和部署的方法和工具，以保证整个项目周期代码的质量和快速交付。关于这个持续集成和部署呢，我们会用很多这个叫 DVOPS 这些工具来操作，比如像 Jenkins 啊，或者是这个 Ansible 啊这样的一些工具，来让系统自动发布、自动测试，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代码检测、规范检测的。就是安全性检测的这个工具，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可以选用啊，可以选用，不是必须的。然后质量保证与风险管理指南呢，涵盖了如何保证软件质量，包含代码审查、测试覆盖率、性能测试等等。这个质量保证和风险管理呢，主要体现在这个系统测试里面，各个层次的测试，包括最后的性能测试，然后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指南应该关注项目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关于资源优化呀、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建议。这个有点写过了啊，以降低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然后用户体验与可访问性系统构筑指南呢，应该关注用户的体验，包含界面设计。这个也是写到这个具体的，最主要是前面的这些前面的12项的东西啊，后面的这些的这个具体写的一些这个项目指南里面的建议，我们也没有细节的去展开，法规的遵从与合规性，这个我们也没有相应的细节展开，也就是说，包含在具体前面具体的这些里面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做一个详细的指南，它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完整的术语和定义啊，我们这个可以看一看，就是它这里一些关于这个。常用的一些这个定义，像系统架构，对吧？这个大家一讲就明白，前端、后台、
这也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数据库模型，对吧？这些还有这个 API，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三方接口，或者是我们公开的这个接口。然后技术栈就是开发这个和运行软件需要的一系列的技术框架和工具的组合。然后模块化开发，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就是将软件分离成独立可用的模块，然后按程式去开发，提高这个代码的质量，降低维护成本。然后持续集成，这个持续部署，就是不的，就是通过这个自动的，就是你有提交，然后就自动运行这个测试，然后当你这个经过集成测试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或者是这个测试完了以后，单体测试完了以后就可以进行集成测试，然后就可以需要把它部署到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就自动部署，这一般的是用那个Jenkins 或者这个持续集成的一般用 Jenkins，这个持续部署一般用 Ansible，Ansible 它也有画面的，然后这个测试各种测试呢，就是在 Ansible 里面，像单元测试啊，你每次有提交在单元测试里面执行，集成测试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实例，它的这个其实本身没有太大区别，就是这个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那既然持续集成，那集成完了以后你肯定。就大家代码都提交上来了，或者到了晚上，这个靶机就会执行这个测试。然后系统测试，那为了保证整个软件的这个运行呢，我们还要，可能也可能是通过一些工具对它进行系统测试或者性能测试，这后面都会详细的讲。然后权限与认证，就是用户，用于控制软件对用户对软件的这个访问和控制的这个安全机制。缓存呢，就是，通过在内存中临时存储数据，不光是内存啊，就是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用一些这个，就是能够快速存取数据的，比如像 Redis 啊，它不一定是就是在内存里面。像 Memcache，这个它是这个缓存呢是存在这个内存里面的。像 Redis，它有时候就存在这个磁盘文件里面的，也可以作为缓存。然后代码审查，就是这个我们为了更好的就是写代码，就代码一定要经过这个同行评审，就是这个叫代码审查。然后可扩展性。系统这个负载增加的时候呢，就是要能够保持良好的这个性能和完整性，就是需要就是说多部署一些系统可以做到负载均衡啊之类的。可维护性呢，就是软件系统要容易理解，你要有架构图、有文档，这个其实它是它的这种，这个可维护性、可访问性，软件这个对不同的用户。具有友好的可用性啊，这个负载均衡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你这个系统，就是跟它可扩展性是密不可分的。容灾和备份，因为确保软件系统在发生故障时能够快速恢复，并正常运行的这个策略和技术。然后这个代码生成啊，就是我们讲说减少人为的这个写代码的这个失误。像以前有时候很多写代码，对吧？大家就是一个 entity 还需要人工去写，那这个时候。这个而且很容易出错，对吧？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都是自动生成的。这个文档生成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包含这个系统的这个架构啊，这里面写的代码，还有是根据就是系统的注释生成，还有是根据这个我们定义接口，比如说这个第三方接口，它也有自己的文档，那我们自己要把接口公开，那也可以利用工具自动生成这些 API 文档，然后质量保证。质量保证主要是通过一个测试啊，通过代码审查等活动来保护。风险管理呢，识别、评估和对应项目潜在中的风险过程，这个需要可能，需要更深刻的这个对系统的这个认识啊，或者更完善的这种系统管理工具才能实现这个东西。敏捷开发，我们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我们敏捷开发的这个文档啊，这个文档就是。DevOps 这个我们虽然说没有直接这个写相关的这个教程，但是有很多就是像这个我们写到工具栏里面的工具啊，实际上是用来做 DevOps，这个就包括类似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 CIDI 这个都需要相应的 DevOps 这个工具来支持。那我们先讲这个把第一章讲完吧，然后那个下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后面的这个各个章节。